师傅，我去跟赵继恒拿，我拿了就回来跟你去修行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你不会骗我啊？不会不会，我不会骗你。好累。好，你就去。就回来。快去。啊，这么累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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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我的娘子，好不容易才出来，还要我去休息，门都没有。男人呐、啊，就跟驴子一样，这些驴子男人，台下一片，我也不需要这些男人。那我又把你收进去。老板，这是什么 ？iPhone，iPhone，iPhone， 听都没听过，我报纸都没听过。哎，老板，老板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山西呀。山西，哎，这好新鲜哦，怎么都不知道有这种东西？哎，小妞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那个笔记型电脑。啊，现在资讯这么发达，这有什么功用吗？我可以从电脑看到你哦。啊，这些东西太新鲜了，我要来学，我才不要再去修行什么的，我就是要好好的来做一个现代化的女性，我要去学电脑，我要玩 iPhone， 我要玩 iPad。 就这样子好了，我就去参加电脑展，就这样子，我就不要再回去了，那就走了。哇，完美的句点，是不是？帅，我只能。